现在做自媒体的人很多啊，但是无论你是写文章你还是拍视频，其实啊都需要高质量的素材，比如你去配一些高清的图片或者一些动画的视频等等，从而让你的内容更有吸引力。今天我给你介绍四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素材网站，相信会成为你做内容的利器。最关键的是这些素材你都可以免费下载。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那这个频道主要是跟你分享个人创业、网络赚钱以及个人成长相关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千万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并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能够帮助你赚钱成长的好机会了。先来看第一个网站，叫做 Pexels。 这个网站有非常多的图片和视频的素材，它用起来非常方便啊。在这个搜索栏的地方，你可以去搜索你想要的一些相关的主题，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在爱这个主题下有哪些素材。这里有非常多的高清的高质量的图片，只要找到你喜欢的图片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很快就下好了。打开看一下，这个图片的质量是非常棒的。我们还是回到爱这个主题下，刚刚看的是图片，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同样的，这里也有非常多的素材，不过视频的下载呢跟图片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选中想要的视频之后呢，你看这里，如果你想下载的话，你会有几种方式。一种呢是你通过 PayPal 去捐赠，也就是相当于你给提供这个视频的主人去赞赏，或者你在社交媒体，比如像 Instagram 上面去转发他的这个视频。总之这个网站上的素材质量是非常高的，关键的是都可以免费使用。第二个网站是 Cover， 这个网站呢主要是一些视频的素材，尤其是它风景风光类的视频特别多。来看一下它的下载，也比较简单，其实就是你用邮箱注册一下，然后激活就可以了。第三个网站呢就是动画视频的素材网站，这个网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动画短视频，基本上每个视频都在十几秒左右，也是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主题和类型，我们只要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使用了。下载之后呢，它是一个压缩包，视频都是 MP4 的格式。那现在很多视频网站上面呢，都会有一些专门的动画类的频道，像这里的素材呢，我们就可以有选择的根据自己的主题下载。那第四个网站呢，这个 WordArt 这个网站主要是做自云的。这个网站啊超级有趣啊，我很喜欢这个网站，它的使用比前三个网站要相对复杂一点，但是也还比较简单。先来看一下，就是点击这个绿色的按钮进入之后，就到了它的这个制作的页面。我们最主要的其实是选择自云的形状，还有在自云上你想要展示的一些单词。左侧这个表格呢，就是你可以去选择填写你想要在自云上展示的一些字母或者是单词，像左边呢它已经放了几个，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进行修改和添加。修改自云的形状呢，这里有一个 shape， 点开之后呢，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图案，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比如说我选了这个爱心，然后点击上面那一栏红色的视觉化呈现的按钮，就会出来爱心形状的自云。然后左侧的这个工具栏下面还有就是可以去修改你的字体，你的字的呈现的排列方式走向。那最后这个 style 呢，就是你选择的这个字云的形状啊，你可以去修改它的颜色啊，它的明暗度啊。那修改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呈现，再来试一下紫色的，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那如果是你喜欢的呢，你就可以选择下载保存。最上面的两个格式，这个 standard 的这个格式是我们可以免费来下载的，后面的格式如果你想要高清像素的，那么这个是要付费的。下载之后这个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它大概是200多K， 这个做好之后还是很炫的。所以无论是作为朋友圈的素材呀，还是你的自媒体的内容啊，都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以上呢，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四个网站非常好用，我自己也在使用。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免费下载优质的素材去创作你自己相关主题的内容。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那请你给这个视频点个赞，顺便关注我，帮助你做好自己的 CEO。 咱们下期见，拜拜。